欢迎来到做思华频道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四言版的《秋风》这首歌是这样唱的。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？我在佛前苦苦求了几千年。还是不要唱啊。不过你们最近是否被这首歌洗脑了呢？这首歌是来自于2006年发行的，原唱歌手的艺名就叫做四爷。我跟你们说，在2006年这首歌蛮火，但是听久了就会腻嘛，自然而然就慢慢不火了。但是事隔十多年，就在今年，这首歌就突然爆火起来，而且他们穿着 polo T 跳球风，洗脑的旋律还有丝滑的那个舞步，毕竟这首歌配上这套衣服真的蛮合适的，因为这种衣服就是我阿公年代才会穿的嘛，而且我阿公到现在还喜欢穿，所以为了配合今天这首歌，我也穿了这样的服装。钥匙也扣在了这边，皮带也是必须的。你们的阿公是不是也喜欢这样穿呢？那我们今天就来欣赏网络上的出佛照片。对了，大家留言，我爱佛祖，佛祖就会保佑你们的身体健康，阖家平安哦。当然，你不要忘记把这部影片破一万个赞，阿弥陀佛！记得留言啊！还有破一万个赞，还有破一万个赞，还有破一万个赞，让我们开始吧！我故意打扮的成熟一点，只想配得上。哇，很丝滑的舞步。很丝滑呀，舞步。重点是我看到那个阿姨，她好像动心了，她的演技，完全目不转睛。你们有没有看到那个阿姨的眼睛在发光，整个好像动心了这样子，你们注意看啊，那个阿姨的眼睛啊。我故意打扮的成熟一点，只想配得上你。你看后面那个阿姨，那个阿伯也是，你看阿伯在看着啊。我跟你讲，那个阿伯是啥，这个不就是我当年的吗？感觉那个阿伯自卑的低下了头，这个不是当年的舞步吗？重点是还要跳得比我好，你们这两个人啊，真的是精神小伙的中年模样。哦，小姐小姐，请问666包厢怎么走啊？我听的是誓言版的《头红》啊，请问666包厢怎么走啊？哇，这妹子漂亮，她竟然打扮得更像我阿公哦。一样的情侣，哇，好丝滑又漂亮。如果我阿公当年看到这样的女生，他一定喜欢。这个是我阿公现在老啊，现在是我的。讲这种话，我还真的希望是我的。哇，比基尼团的，哇，哇，这个粉红色的很可爱，粉红色的很可爱。我穿粉色，哇！粉红色太可爱了。不过如果他们脱掉那个墨镜会更好，这样子的话我才可以更欣赏他们的样子长怎么样，简直就是极品啊！他们是看不出。哦，我觉得第二排那个男生好像有点多余啊，少掉会更好，会更好看。哇！我第一眼就看到那个粉红色的。啊！哦，我的心，这丝滑的舞步，再配上这苗条的身材，满分满分 ，perfect。粉红色衣的 ，OK 要 IG 吗？我老婆，哎呦，还有这种思想，变态。先生，我想问，闭嘴，我在听誓言的祝福。哈？什么东西啊？那个眼镜好像反光，重点是他应该是这里的熟客了，后面的人都不管了吗？后
面的人完全想要看他的意思，一眼都不想看他了，非常的淡定后面的人。不过这个他打扮到不够像阿公啊，有点像年轻人了。哥哥，我想请问 Vibe 怎么走啊？我在听的是 Vibe 版的求佛啊。我想问的是 Vibe 怎么走我好多句哦。还有牛奶色的内衣裤，哇，这个漂亮，这个漂亮，我喜欢这个。其实我才不明白这首歌到底在吼什么，为什么那么多人跳啊？不过话说回来，全部都很正，第三个更漂亮，这是我目前用过最优质的 Q4， 最有诚意。相信佛祖一定有被感动到。不过我想要很多人的 IG 哦，想要第三个的 IG 可以吗？谁知道的底下留言。小姐是来拜拜的吗？茶儿好喝儿。不对啊，我是问你是来拜拜的吗？哎，我发现那个特点，他的肚子很圆鼓鼓的，他肚子有像到，哎，这个很像哎。哇，超越了，这个真的太狠了，真的那些安哥啊，他们都是瘦瘦的话，肚子大大的，因为他们没有运动嘛。哇，还真的很像那些阿伯在跳。小姐是来拜拜的吗？茶儿好喝儿。不对啊，我是问你是来拜拜的吗？哇，那个精髓他抓到，虽然舞步不够丝滑，但是真的是很像阿伯在跳。那个帽子，还有那个肚子。我是接小孩，真的太接地气了，而且他的钥匙节奏都很有到位哦。你看一下他的钥匙，你看那个钥匙这边摇。我是接小孩，真的很到位。妈呀，他真的好贵女。哇，这个美味，这个好美啊！哇，这个。好温柔哎！哇！吞口口水。五官短发不是我的最爱。哇！夜生活打开真是太辣。哇！太迟发现这个宝藏女孩了。哇！短发真是我的最爱哦。Oh my god！我没有给你们福利啊，他的 TikTok 账号是这个啊 HEII.QQ， 你们自己去追踪，我已经追踪了。先生先生，请问一下，我耳机里面听的是誓言版的求佛。哦，不对啊，你哪来的耳机啊？老夫机版的求佛。有摔到。哦哟，哇，还要跳街舞，这个是个精神小伙，但是腹肌版的帅哥的我没有兴趣。你都知道了，我很妒忌这些有腹肌的人，但我没有，所以 next。哎，年轻人，你要去打架呀？干你屁事啊！放下屠刀，立地求佛。听你这么说，你好像混过。我何止是混过，我甚至还跳过呢。你知道人家以前叫我什么吗？什么？求佛哥呀！求佛哥，好丝滑哦！全网我最服你。哇，打架那个人直接给他掰。哇，是连芭蕾舞的人都感叹不如啊！求佛，我只服你啊！看来这样子的求佛简直已经忍不到啊，忍不到啊！我跟你讲，求佛是我哥啊，明明在我的脑里面一直洗脑，我的手跟脚已经忍不住啊，忍不住干嘛，你知道吗？啊！
终于释放了，不然我的手脚已经忍不住了。这首歌真的是太洗了，不跳一次不行啊！我怕我等下再听，又想要再跳怎么办？以前你穿背心牛仔裤打打杀杀，现在你穿西装打领带斯斯文文。那这个就叫进步。真是全网最佩服这个求佛歌。跳得非常的优雅，全网最丝滑的男人就是你出国哥。小姐小姐，我想请问一下那个。闭嘴，我在听的是誓言版的求佛。哇，这个给你。哦，在水里面跳。哎呀，在水里面跳。哦，重点是他头上为什么有洗发液啊？我不是洗发液来的啦，眼镜来的啦，我以为是洗发液。如果在水里面跳更加加分，哇，蛮难的啦，你还是要憋气那边。很辛苦耶，不简单，真的不简单。喂，你们在什么？我们在求佛。帅，哇，第一团，哇。相信佛祖已经被感动到了。哇，上面还有，还是立不上去。应该可以感动到上天。哇，这个佩服佩服佩服，这么多人一起求佛肯定可以感动。那个佛祖说，这批地狱团挺用心的，感动到尊了，阿弥陀佛。哎，还很用心拍摄一下，又从下面到上面，从上面到下面。虽然那个舞步不丝滑，但是感受到你们的用心了。为了你们，我变成狼人模样。我觉得这个更魔性哦，我相信那个佛都跳起来，变成佛跳墙，在艺术的镜头原来是摇滚唱啊。为了你们，我变成狼人模样。我很好奇还有什么洗发膏啊，他头发这样蓬松啊。哦，我的头发，我觉得你可以代言洗发广告诶，在这个短片植入一下一个洗发膏的业配，刚刚好 perfect。当身上钞票没有一张，我的心情就变得不爽。有一种大餐就是菜一汤，我已经有好久没吃上。为了钱，我挂上了黑眼圈。为了钱。染上了痔疮，为了钱花光我所有青春，为了钱头发掉光，工资还能不能能不能再加点？我在老板面前求了几十年，每天都加班加点，看到我腰腿发炎，每月却只给我3000。这样真的是很用心的在唱，歌词都触碰到我的心。不过我最服的就是他那个胡说八道的歌唱，配上他那个一脸正经的表情，他的歌词不错，又打动到我，越听越伤心。我不知道他是谁，我只知道他救了我，而且没有任何要求。每一次跌倒，他都会再爬起来。他是一个真正勇敢的人。我们敢当不能。哦，肯定能，这么时候看得出很伤心。哇，求佛，你这个态度能不行吗？一定行，佛都说能见，让你不见啊。感受到他的心，哇。我就留在歌
相信那个佛一定会在想，你不用这么求我几千年，我肯定让你唱，让你见他，没有让你要变成这般狼人的模样。什么东西？肯定能，肯定能，这个也是。和我三个人一起求，肯定感动。不过我比较好奇的是，他不像求佛哎，他像什么呢嘛？桃园三结义哎，那个刘备、关羽跟张飞，整个像桃园三结义这样，那结拜为兄弟，而且那个佛祖肯定会讲，我求求你别唱好吗？耶！哇，看了这么多求佛的版本，手脚又已经忍不住啊，真的忍不住啊，不来一段死活领导，怎么可以呢？大家留言，我爱佛祖，佛祖就保佑你们身体健康，阖家平安哦！留言起来，还有别忘记把这部影片点赞超过10000个赞，10000个赞，10000个赞。那我们下集见。